接下来欢迎方伶演唱。Warm and tender, a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lady, and do what my man. Whenever you're rich for me.I do all that I can.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beating made it clear suddenly. The feeling that I can't go on is like your谢谢方伶的演唱，在这一组的 PK， 来有请小胖老师讲评。我先说这个维莲啊，你在演出的同时，我跟黄韵玲两个都赞叹不已哦。虽然你在升 key 的时候，好像那个和弦还是什么，有一点点没有就破了，不知道对对对对，没有弄好，可是你马上又恢复了正常哦，这个是真的蛮感动的，而且。这个动作虽然是很不经意的，可是我相信，听到你唱完一整段歌曲的现场的朋友也好，电视机前面的朋友，都会为你的这段表演感到非常的感动。谢谢，再鼓掌一次，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陈伟莲。其实方伶今天也表现很好啊，跟你平常以往的演唱方式有一些不同，当然还是有看到你的表情是有一点紧张的，然后最后几句也许那个长音应该再长一点，可是总的来说你的声音的稳定性还有你的歌唱技巧也越来越好，有进步的空间，恭喜你。谢谢老师。好，这一组的 PK 我们马上来看分数，首先是陈伟莲的分数，请评审按灯。陈伟莲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3.5/24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五位评审都给了5分，太厉害了。好 ，Roger 老师，你的那五分是为了什么？来告诉陈伟莲。我觉得音乐动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你的表情，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我觉得那个是要用心去感受的。那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在尤其我们的参赛选手，你站在台上，你有没有试着真的像陈伟莲一样这样子，你是用你的心去唱歌？那那个在观众聆听的时候，他是可以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所以我觉得这五分给的是陈伟莲的心。跟他的诚意，我觉得那个歌声是动人的。好，马上来看方伶的分数，请评审按灯。接下来李刚伶演唱实力坚强，让评审大赞无懈可击。你的演唱技巧，马上来看方伶
你的分数，请评审按灯。面对陈伟莲的25分，方林编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分。好，请问一下，18分。好，请问一下伍思凯老师，差别在哪里？这两分？因为我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歌，那我眼睛闭着听或眼睛睁开来听，就是你在音准犹豫的部分出了蛮，你回去看回放的时候，音准出了蛮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你的眼睛一直有慌张的在东张西望。那我同时两个做比较，就是说一个眼睛不看着对方用心去唱的时候，跟你眼睛可以看着麦克风的距离，跟你可以清楚听到你自己声音的时候，可你却自己会慌张。所以其实想问一下这个伟莲哦，就是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萧煌奇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他觉得这样子去听的话，他可以更专心的听，但是其实你在学一首歌的困难度应该是比一般我们可以去用眼睛读歌词的歌手还来得难许多，会吗？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也能够用电脑，不是点字，就是它有一个屏幕朗读器，它能够把所有它读给你听。说真的，以前就真的要学歌词，要听一首歌，要听很多遍。现在呢，就上网就可以找到歌词了。好，那方林也继续加油了，谢谢两位，谢谢，谢谢。